倒地了。快点啊，你买啦！地都没有什么。哎，你不能倒哎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要用一个最新的方式。什么冥想啊？对，我要把我自己的体能弄到最低的耗氧量，心脏跳动的次数一分钟调降到30下就好。今天就住下来，好不好？3天2夜，我们就住在這裡。没有2天1夜啦，3天2夜，你都不离开这个范畴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现在各自带开休息。休息到几点先？现在看一下赛制，赛制，休息，休息了啦。哎呀，还要看赛制啊！金币争夺战，好。这2天1夜呢，你们要靠玩游戏来赚取金币，得到了金币可以跟玩很大商店买东西。想要的东西在这里。好，刚刚完了。哎，我们完了，我们请你玩什么用？可是我们行李包包，然后跟手机先放左边，我们等一下要再消毒一次。我们来看刚刚的关卡，各自获得的金币有哪些？我们刚刚有关，这是有。哎，刚刚我有在浪哎，为什么不一样？刚刚呢，宪哥跟 K 的对决，获胜的可以获得2枚，失败的得1枚，所以加起来是这样子。其他的是按照被选到的顺序获得的。哦，没有换冷气的，请交出2枚。好，宪哥那一间房间请开冷气。宪哥那一间房间请开冷气。听起来就很屌，听起来就很屌。就不能串门子是不是？不行不行。其他四位嘞，其他的嘞都不要。不要。好，那天气这么热，进我们的各自的民宿。好，看一下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赶快回房间，有 GoPro。哎，要打卡哎。哎，怎么算的？打卡 ATM， 前往后洞寻找打卡机。只要依照打卡的这个指定时间，打卡成功可以获得3枚金币。哦，难怪就需要这张卡。我跟你讲，我第二，我有没有笔？有没有笔？第一个时间多少？12:39。12:39。然后第二个谁？我多少？12:58。嗯，喂，12:58。嗯。欸，所以就是下一个都要去提醒下一个人，打完就差不多要去注意了。19:21，也就是说7:21，329，329，329，1921，好。确定不买一下？你可以偷偷买，他们又不知道你袋子里多少钱。OK， 我跟你讲，身为小队长啦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啦，玩很大来啦，玩真的啦。快点啊，你买啦！地都没有什么。哎，你不能倒哎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要用一个最新的方式。什么冥想啊？对，我要把我自己的体能弄到最低的耗氧量，心脏跳动的次数一分钟调降到30下就好。你要打卡吗？对啊。2:57。2:57。对啊。After you， 还有2分钟哎，还有2分钟，57吗？啊？你是2:57吗？对啊。而是现在已经2:58。我就这个时间上下 OK 的。没有准时哎，等一下。要准时。要准时。我是59啊。真的吗？哎，不是57吗？59。我现在要出发去打我的3:29。时间抓得很准，很准哦！来来来来来，但是提早打也没有用哦。对，要刚好，好不好？26，叮当，3:26完成。哎，是吗？3:29，3:29。3:29。我真的见，看我金币都准备好哎，你比宪哥还要扯。他们也没打到吗？宪哥有打到，但他超过1分钟啊。